我是铁道旅行安排组老板，在2008年四月13号保安站15:57，我班车是32/28次进有三星跟后尾的，因为500行程的。谢哥刚看328次进有三星跟后尾的，因为500行8辆二组区间上。1568。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又要改造，宣特。谢谢各位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及关好的一面。谢谢各位观看，328次进入三星港后，人有568，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又要改造，八辆红标组全车准备驶离。准备驶离，保安站。是威奥化改造，八辆虎标子全车驶离，保安站，谢谢各位观看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关注我的影片，就这样，拜拜。